带你看看我们这健身房，体能训练中心。树上的红苹果掉下来砸中我，牛顿定律只说在爱上你之后迷恋了，爱上的剑很多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回家见吧。嗨，宝宝们，我回来了，好饿呀！一到家就打开了外卖，买了近100元的炸串回来吃，好多呀。我肯定吃不完吧，这么多，因为我妈和外婆都在，所以我才敢点这么多。好香啊，还点了他们家招牌臭豆腐。那我就开吃了，喂你们吃一口啊。就3块，味道很棒啊！外表是那种薄薄的酥脆感，然后里面是奶味，黏黏稠稠的那种奶酥。再吃个这个。年糕串，哇，这个外皮还是脆的，这种是甜辣的口感。年糕好像妈薯啊，完蛋，又想吃酱嘟嘟了。香菇串，上边还有玉米，掌中宝，骨头都炸得酥脆，都能吞。可乐配炸串真的是绝配啊，就像我配你们一样。小虾，这个虾壳完全可以吃。我还以为我点多了，我感觉这样看着也不多呀。排骨，五花肉，妙啊，真的好吃，来给你们吃一口啊。别客气，吃吧，一口下去在口腔中爆开，全都是汁水。再吃一块，留给我妈妈他们吃。牛肉，
这怎么办？我肯定是能吃完的，那我答应给我妈他们留怎么办？完蛋，失算了。这样吧，我去煮份火鸡面来吃，这个就留给他们吧。等我一下，厨房忙一下，真的好热。哇，这是国产的火鸡面，这是听你们的话，用蛋液刷了之后放锅里煎的，特别简单，就把蛋打碎了之后裹上蛋液，锅里什么都别放，这个直接放进去 A 面 B 面反复煎，煎到有一点焦焦的就可以了。这是剩下的蛋液，不能浪费啊。我更喜欢国产的火鸡面，因为它不至于很甜，就喜欢这种辣辣的味道。好吃。鸡蛋怎么会难吃？鸡蛋怎么样都不会难吃。你们喜欢吃糖蒜吗？我超喜欢吃，还有生的大蒜我也喜欢吃。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都接受不了。来一口吗？你在害怕什么？绝了。就有了宝贝可好玩了，他在弹幕口口声声说的喜欢我爱我，在评论区也说的喜欢我爱我，本来我非常开心的，然后点开他的主页看一下，结果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关注我，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但是却不关注我。
我爱你，但是我不能娶你，因为我要给这个世界上每个女孩一个家。我喜欢你，但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，因为别的女孩会伤心的。